高尔轩 Ocean。耶、yeah, ，欢迎！会紧张吗？有一点，有点紧张。像记者会很可怕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因为 X 战警嘛，是这个大电影，当然来的媒体很多。对对对对，不要紧张，跟大家轻松聊天就好。Alright, okay, OK， 来杰琳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琳。耶、yeah, ，欢迎杰琳，今天也露出美腿哈，感谢你来配合哦。最后来 TXO。大家好，我是海牛。大家好，我是 TXO 的阿亮。大家好，我是 TXO 志龙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琪琪。大家好，我是 TXO 的林总。耶！就是敢恨敢爱的，然后也相当有个性的，爱恨分明，跟你一样。但是只要当他队友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就会毫不犹豫的站出来，对，挡在前面。敢爱敢恨，但是当队友有难的时候，会义不容辞。哦，讲得很好，万磁王。OK， 还有谁要补充一下？感觉 TXO，我也是最喜欢万磁王，因为如果有人侵犯到他的时候，他会直接给他一个当头棒喝，就打爆他的头，这样给他来一发大的。OK， 所以你们这个你们统计过吗？你们 TXO 五个人都是喜欢万磁王比较多一些吗？琪琪是吗？琪琪，对啊，对哦，对哦，对哦，我们来考验一下琪琪，今天会不会讲超过三个字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谢谢 TXO。角色都蛮喜欢，但是最关注的应该是金刚狼，因为他的能力实在是对女生来说蛮开心的，因为他自我修复嘛，所以受伤的时候呢，哎，好像轻轻松松就恢复了，也不会痛。再呢，他有延缓变老的曲线，所以呢，女生会觉得哎，好像已经到28岁还可以保持18岁的身体，冻龄的感觉啦。哦，所以你是被这个金刚狼的肉体跟实际被他的这个能力给吸引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因为他很快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很少男生会喜欢很快的。你讲话不要那么老实，速度很快、啊、是里面那个来去自如，动作很快，什么都快，对，此快非彼快，我们要解释一下，都快都快，哦，都快，对对对，所以就觉得他这样来去自如，很炫，对、啊、他手可以动很快，哦，他可以震破，没有，他不是有一集震破那种玻璃，越描越黑，我也觉得，对对对，非常快，哦，男生手很快，他喜欢他喜欢快银，不要这样，我没有那个意思 ，OK OK。谢谢 Ocean 喜欢快银这个角色。对对对，好，那么呢，再来我就问一个比较稍微有点沉重的问题哈，因为刚刚这个小珍妮佛劳伦斯在里面有提到过说呢，其实人都有时候有一些时候是不被认同的，然后你们有碰过这样的时刻，或是有碰过你们有低潮的时候吗？ Ocean 你好像很有感触哈。有哦，有啦，其实当艺人哦，低潮永远比高潮还多，是，我觉得、嗯、经典名言哦。没有啦，没有没有经典，对，就是因为我们会想很多嘛，所以其实大部分遇到的都是，会遇到很多困难，所以就是要一直很坚持这样。是，对 ，OK， 所以你也是有这个被也能量、负能量包围的时候，有了，对不对 ？OK。每个礼拜就是都要打比赛嘛，对啊，就要每天就是花很多时间去练习。那只要输了的话，其实就会陷入低潮，尤其是最近冠军赛刚输，哎，崩溃啊！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吧，没有关系，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。然后谢谢，就是很多粉丝在身边支持我们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。好，谢谢。我是自己怎么样克服？我觉得身旁的朋友很重要，因为就像刚刚说的，艺人不管是表现的好还是不好，绝对会像宪哥说的，会有20%的人是不喜欢你的。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心里的感受，不要去在乎结果，在乎自己心里的感受。你真的开心，你就会开心的做完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是最重要的。谢谢杰琳人生导师的分享哦，大家都有听进去吗？没事没事，打给我各位。好，感谢我们这个心灵张老师给大家一些分享啦。不过呢，这边还要再问一下大家，你们有觉得说你们的个性有像 X-Men 系列当中的哪一个角色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应该还是快银吧。哦，为什么还是他？因为他很年轻啊，然后哦，你也才21岁嘛，哈。对啊，然后就跑很快，然后在那边玩耍，我应该跟我蛮像。哦，跟你就是皮皮的啦。对，皮皮的。对，年轻人嘛，调皮，然后很有活力，过动儿这样。对。OK， 所以呢，他觉得自己呢跟这个快银的形象最符合，这是 Ocean 的答案。那 TXO 呢，有没有觉得你们的个性可能像谁？阿亮先说一下啦。我觉得我蛮像万磁王的吧。哎呦，就是他其实内在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但是如果有侵犯到他的时候，一定十倍奉还。
加倍奉还，十倍奉还，对不对 ？OK。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像金刚狼吧，因为我的个性上面比较冲动一点。但加入这个团队之后，就是让我也像金刚狼一样，就是跟加入一个战警一样，就是换得很多。嗯哼，冲动的个性改变不少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要 Hansel， 你有话想说吗？虽然没有。好了，果然是直接据点把话题收掉。那杰力你呢？我觉得自己蛮像小淘气的，因为她总是很有朝气，然后很有活力，很像一个母羊座的女孩，就是很像可以随时带给大家精神抖擞。对 ，energy。对，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母羊座，就觉得好像个性跟她蛮像的。对，随时给周围的人阳光，对，欢笑，还有爱。好，谢谢。那最后呢，我要问一下这个场上的成员们，如果你今天是变种人，可以拥有一种特别的能力，你会最想拥有什么样的能力？还有做什么事儿？好哦，跟君君先抢先回答了。我们就可以知道敌方在想什么。哦，太厉害了！对耶，好聪明哦。阿亮，你呢？如果是个能力的话，我就是快赢吧，因为跑超快的。这样基本上比赛是输不了的。哦，我一直跑出去看。先去把对方的那个道具弄坏，把他们的设备弄坏，然后再回来打，就稳赢了。没有啦，没有这么卑劣啦。有。但是，也太诚实了吧？好，所以呢，希望可以拥有这个 X 教授读心术跟这个快赢的很快的能力。谢谢 TXO， 跟 X 教授一样可以读别人的心理。这样子我就可以在大家还没有看到那个最新的黑凤凰的时候，先读取导演的心理，这次有什么彩蛋，我就可以先知道了。了解，所以呢，希望可以那个先知道导演的脑袋在想什么，在想什么。这么快，你的答案不会是快赢吧？当然还是快赢，从一而终。对啊，可以跑去找朋友哎。跑去找朋友，你不能平常坐计程车去找朋友。对，太花钱了，直接跑过去，然后还可以。他不是可以跑在海上面，他很快吗？对，可以去跑去美国买个 In and Out， 吃个好吃的汉堡，跑回来，消耗一下热量。了解，所以就是咻咻，对，来去自如，没错。想去哪拜访朋友吃美食都可以瞬间就完成，没错。所以今天这个高尔轩非常的忠实，从头到尾答案都是快意。是。